准备超真空。就这。80升油分雷器适用于30泵、70泵，滤芯直径150，高度370。从内部可以看到，滤芯采用的是打折工艺，进口玻纤滤纸生产，过滤精度0.几微米。直接给我报个底价吧，价格合适我就定了。赢在细节，输在格局。做任何事都一样，你要想赢，细节一定要好。要进入一个行业，应该在它的低的时候进去，而不是高的时候。一个行业等到都没有人想干的时候，你这点心理障碍都克服不了，你还创什么业啊？你还做什么老板啊？别人不相信你就不相信了，别人 PUA 你吧。不要把生意理解为赚钱，生意的本质是帮别人解决问题，把好的产品推荐给别人，让什么时候困难没有了，机会也就没有，不是没有。